继续来看到蓝营内的茶壶内的风暴不断在扩大当中嘛。24号国民党中常会改以春酒形式来举行，会中大家是呢开开心心相谈甚欢，气氛融洽。不过这个参会原本邀请是蓝营党内大咖要出席，包括连战、朱立伦、吴伯雄、洪秀柱等等，但最后通通没来，被外界解读是不愿意为党主席选战提早表态。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拿着酒杯逐桌敬酒，会中气氛看来相当融洽，甚至还高歌一曲。不过一发现媒体在拍，国民党党工马上关门。很平常的一个春酒跟互相道贺的场合，当然大家还是期望国民党能够展望2022跟2024。你有跟江启臣主席说一些鼓励的话吗？有。场面非常热络，我想这一次这个展现国民党大团结。党主席选举还没开始，国民党就上演分裂戏码，也难怪这场春酒许多人缺席，包含受邀的前主席连战、朱立伦、吴敦义、洪秀柱等人都不见身影。没有啊，有来的啊，你们为什么只挑没有来的呢？不是每个人的这个 schedule 都能够配合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说他没有来，你就扣人家帽子。那这样才是不团结。多次高呼团结，就是因为党主席之争逐渐白热化。毕竟当选党主席就能主导2024总统提名。除了江启臣争取连任外，连胜文也表达参选意愿，最近密集拜会情谊。而朱立伦呼声高，但迟迟没有表态。另外，挺韩国瑜的声音也没停过。国民党有人都愿意来为党奉献，那当然大家都是要给予特别的。尊重。除了这些大咖外，日前回国国民党的赵少康也想选，不过卡在入党未满一年不能参选。是否修改一年条款帮赵少康解套，国民党中央迟迟没有给答案，会造成党内的矛盾，或者是说会让人家觉得不团结，或者让人家觉得没有章法。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制度的问题，制度能不能改也可以改啊。过去这也是大家讨论出来形成的共识，中常会的讨论跟共识，我想我绝对尊重。不愿背负卡照臭名，江启臣把球丢给中常会，赵少康想拿到参选门票恐怕有难度。蓝营党魁之争，各阵营自有盘算。记者余乐伟、余若柏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